五星级全牛料理，来欢迎超省时宴客在的师傅米泽师傅。哎，哦，原来沙朗乐眼、牛小排、牛肋条都在同一个部位。嗯，像这吃些烧肉都会吃到什么翼板肉啊，对，板腱啊，很靠近，很靠近他脖子这里。火锅的时候也是。啊，好。大概你们知道一下它的部位，你今天用什么样的部位？我今天用的是翼板哦，昂的两的翼板，翼板带来的菜名叫什么？泡菜翼板牛锅饭。哇，牛锅，计时开始。翼板肉它基本上就是带有一点嚼劲，没有在手软，全家啦。哇，那这是麻油，韩式的麻油，然后蒜泥，蒜泥，然后酱油两匙，酱油四大匙，然后葱花，然后先让它做一个抓腌的动作。先让它有点入味，因为我们是速成，只有五分钟而已。那如果一般在家里的话，时间就可以拉更长。那这里呢，我就直接洋葱先下，先炒一些蔬菜料。那这里一样，我是加那个香油，香油韩式。这是火锅肉片吗？对，火锅肉片。木耳。对，因为五分钟来讲的话，火锅肉片会比较快熟。蔬菜稍微剥旁边，然后肉腌一下下先下去煎。汤浆哦，玉米糖浆，然后酱油，这是要做它的酱，那一样加香油，再下去，然后蒜泥，蒜泥，然后白芝麻，玉米糖浆，少许的水，玉米糖浆，酱油，蒜泥，十多分钟，水，白芝麻，对，哦，小心一点。韩式料理加玉米糖浆的几率很高哦。然后这边是青江菜，青江菜，多一点蔬菜料，待会一样下去拌炒。哎，因为时间来不及，所以我先借一下锅子。换大，尴尬了，因为来不及，不是锅子太小啦。主要香气嘛，香气这个肉的香气，对。加白饭了，白饭吧，加饭了，加饭了。没事，大家聊天。下次你下次聊。哇，Korean Canadian。哦，泡菜我们最爱。Canadian。我说泡菜加很多呢。下饭。倒数最后一分钟。这里的话，你今天选这个加热的工具有点麻烦。不会啦，就是味道嘛，风味。好，酱汁就加一些进去。哇，其实差不多了啦。哇，好香哦。马西索，对，就是其实要让它继续加热。马西索是什么？好吃啊，我求你啊。那你加个油，马铃薯油吧，汤汁不要浪费，好香哦。然后怕辣的话就加一点芝士。哇，好赞哦！那这个是可以再加。继续计时，每个人。还有海苔，最爱的。还有海苔，然后葱花，酱汁 OK， 完成。哇，好棒哦！厉害，太强了。好韩式哦，嗯，其实我觉得肉片的香气很足，加强版的石锅拌饭，嗯，然后看起来像闪寿司，非常韩式，对，像闪寿司的石锅拌饭，非常韩式，马西索油，马西，然后一点点的蔬菜在里面补足一些，降低它的辣度，对，就不会感觉到口味那么重。谢谢米泽师傅鼓励，谢谢。